到十九世纪中期，英法美在上海建立租界，并设法不断拓宽租界面积，肆意侵犯中国主权。越界筑路就是在租界原有的界址外修筑马路，是租界当局扩充租界面积的一种重要手段。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到1925年，公共租界所有越界筑路所围成的区域共有47000余亩，远远超过1893年英美租界10000余亩的总面积。而法租界通过筑路和擅自扩张，到1914年所控制的面积达到15000余亩，是1849年初建时15倍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确立，形成了近代上海两大租界的基本模式，并对上海城市发展。